在一个晏昼上，我发现到一样好有趣的嘢，嗰样嘢就系、Xbox 360嘅嘢系可以玩到，可以玩到嘅 PS3、PlayStation 3嘅，如系可以当系 PlayStation 二用器，片就暂时到此为止啦。呢个就系我一个好简单的分享，下次拜拜。